OK， 来到第二天的 OK， 来到第二天的，那我们的 OK， 来到第二天，那我们这个 Crucial P2 的硬碟呢，我直接打给他们的工程师，然后他们工程师说，哎，其实感觉怪怪的，就不可能一个超级快的速度，然后现在又掉到一个六十几枚的速度，六七十枚。你看，不可能你看现在是，你看现在是一个大档传输，现在是大档案的传输，那它一开始复制贴上之后是有保持还蛮快的速度，然后大概两秒钟之后，它的速度就一直维持在七八十枚这种乌龟的速度。所以，OK， 所以我们已经排除硬碟和 OK， 所以我们已经排除我们买的那个 ASUS， 所以我们已经排除那个 ASUS 硬碟和的问题，因为那个根本不是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已经把档案传到我们另外一个 SSD， 另外一个 M.2 硬碟里面，然后直接传到我们这个美光的 M.2 里面，结果速度还是一模一样，所以就真的是美光这个 M.2 的问题，真的是颇神奇的。没关系，我们待会就拿去送修。第一天就拿去送修。